時咧就係踩少少界，啊聽落幾過癮，有啲默契，唔係幽默啊，唔係默契啊，幽默得意啦，總之就好得過癮。即係啲人聽完係開心會笑嘅 ，OK 咯。所以睇佢兩個呼唱呼唱。好開心啊！一個人講，跟住第二個又已經好自然㗎啦。你想話踩多兩句，或者有啲咩誒唔搞掂？